二人立てた可愛く顔みたいんだ。知らない顔しても意識し合ってる。出来烫头发。当理发师知道我从台湾回来，就聊开了。就是小学毕业啊，小学毕业还要去外面补课。对。就是他说，因为不是要进一个民办的中学嘛，你不补课就跟不上。跟不上，对。原子弹很厉害。对啊。虽然他们国家这两年禁止学，但是没毕业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像我儿子嘛，以后就是他们念小学啊，他小学一二年级都是上半天就回来了，上半天就回来了。对的。嗯。在台湾那边，其实就和美国的教育是差不多的呀。对，他有点像偏，对。对，就是。有也是会，就是他们也会在外面补课，就是你总归读那个初中以上啊，高中啊，对吧？小学是不大可能读的，哎，是好一点。自己快乐的童年为主。对，快乐的童年是为了那个的。对啊。在大陆他是牺牲快乐的童年为主，是为了悲愤负了。追到后面，你看人他更傻了，没有活力的。对，主要还是人多。人多是方面，然后就是什么现在那些什么当就是当官的，对吧？啊。你看当不了小人，其实考不考都内定好了。当官的都内定好了，对吧？对。考这些分数，主要就是给你老百姓设定的。对的，对的，当官都靠关系进去。对吧？你看那个小孩子，那当官小孩有的笨得不得了，他还能搞个什么那个主任、书记干，对吧？内定好了，对的，对的，对。这些分数就是给老百姓的，对，来设定的。对。所以你看，有钱人都跑。有钱人。有钱人都跑，你看这。我原来我儿子就在这边念书啊，那个石笋幼儿园。对的，就读小班嘛。然后去年不是封城啊，封好城我就带他走了。对的。不想。不待在这边了。对的。你没这个条件就算了，对吧？你有这个条件，我就要走。走的比我好，没有恨。像我们是没这条件，我有这条件，我早跑了。你也走了，早跑了，那我赢了。都不可能再待在这里了。谁也待在这里，对吧？是的呀。都设定好了，内定好。内定好。这个不是说国外多好，对吧？嗯。至少国外在他的那种。教育一下那个小孩子，他基本上他是比较好的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是正常的。对呀、啊，这种教育像这些学校应该好的了。就人家都是开开心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样快乐教育。那这相对来说公平，对吧？公平一点，对。像现在这些什么，你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，一个省委书记的儿子，他会跟我儿子在街上走吗？不会，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对。对呀、啊。但那些国外，包括那些港澳台，他们这种就比较相对来说公平，对吧？对。他们不管的。对的。因为可能普通是民办小学里面也未来的就是那个。对呀，你主要是制度不一样。制度不一样。嗯。他那个是多党制的嘛？对。你知道吧？不一样，不敢的。他有，你这个党你在执政，另外一个党也会监督的。监督的。对，不可以的。我们这个就是一党执政，我们他就是他说了算，对吧？对。你怎么行呢？就像去年疫情一样的。去年啊，真的是、啊嗯，就说放开就放开了，就这副样子。对啊。对吧？说没有就没有了。对。他说什么是什么。对呀、啊。对、啊。主要是去年那个事情呢、啊、就是我老公蛮生气的，所以就不想待在这边。嗯，那个挺好的、啊、那个不让我们出去。对的、
我跟你讲，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，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把你封起来的，对吧？对的，是根本就不可能，你连三四天都封不住的，绝对出去的，没那么听话的。而且关键还没得吃，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没得吃嘛，要出来自己找吃的，他就说人家是刁民，刁民，对啊。让我那时候在小区里面，我实在没得吃，我跑出来找吃的，他说我是刁民。他说你啊，刁民啊。对，对，我说那我这种，我就想逃课，再不吃我饿死了。啊，你们那边没发啊？没发我也是。12号之前他们没发吗？对，也就4月后面才发的，哎、一开始没有。后面我们自己都能找到团购了，他发不发我也无所谓，对吧？嗯。然后那时候没得吃，我们几个。干嘛？那个保安说你啊？哎。小区保安是吧？对。我说刁民，好吧，我说我们都要快饿死了，那你需要叫我刁民，对啊，你怎么保证我吃着吃着有的吃饿不死，对吧？对，我听你的，你让我在家里我就在家里。对的，你一开始什么物资啊什么都没准备好，你就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。对吧？一开始是说浦东四天嘛，那我觉得还好了，后来一下就变2个月了。对。对吧？就这样。对，发现你看这个就是执政者的一个失误呀。嗯，就是没法，就是他们怎么说就。那你提前讲不也没事嘛，对吧？你可能分那个15天到20天，那、嗯、我们也就提前买东西。提前啊，那就大家到超市东西买好、哎、啊。他是一下子，我这边因为我是3月20几号不做核酸嘛，做完之后就直接封掉了。我们也是，对吧？问一下这个他能干啥？这还不是打仗呢？对吧？嗯。要是打仗嘛，你老百姓早就给你死完了。其实老百姓也懂。哎打仗了，对不对？打仗他会管我们死活，他一个疫情都不管我们死活了。没人打仗，真的，谁这么傻去打仗？对呀、啊。反正我在想，那、哎、你是不是党员呢？我不是啊。反正我在想，共产党。我们家没党员。不是，真的，不是共产党。没有的，就是我外公啊。嗯。我外公以前打仗的时候不是党员嘛。嗯。后来那个呀，他当逃兵啊，被开除党籍了、嗯，很早就被开除党籍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共产党。对你主要对你讲的是的，就一党执政不一样。对对，20。那个再加一个，对吧？有人监督他。对你两个党会好一点。也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对，不一样。说权力这东西要有人监督的。对。没人监督的你。对吧？嗯，现在就主要老年人觉得好呀，老年人有退休金啊。对对对。对吧？主要是老年人觉得好。那也是那帮退休老干部哎，退休金的。上次剪头发一个男的，以前在下沙里面干出事儿，搞的退休金10000。哦，那他什么干部？对吧？对，那他肯定拥护的呀。啊。拿那么多还不拥护，还不说点好话？他不说的。他肯定说好的呀，他就是不好的。他说他以前的、啊、他一个正职，他的领导拿的比他还多，他不开心的，不公平。他说我那个什么，区里面以前有个拿你26000，而且还你医疗保险全报，他还不开心的。哎呦，心里不平。那、啊、我说我们到了退休能拿3000-5000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拿不到那么多。他现在已经亏空了，嗯、那帮人太多了。对，没有那么多了。对。现在他们拿的还可以。像我爸妈他们拿的还可以，这往后不就动了，以后就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因为好像我现在的已经就亏空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社保已经不缴了，我不缴社保了。我现在没缴，反正我。你知道我们自由职业者吧？一个月要缴多少？2550。对、啊、人民币。啊、对对对，我就是。2550就是。我刚停的。你停掉，我也停掉了，我去。我不交了。我前年就停掉了，我不缴了呀。为什么我停掉知道吗、嗯？他还跟我说来个就要延迟退休，就是延迟，以后要65岁了呀。对呀、啊，我能活多大？我不缴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算缴满最低15年，你也拿不到多少钱呢。拿不到多少钱？像我妈，我妈公民有将近30几年了，嗯、我爸爸也37年了，嗯、才能拿到5000-6000这样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缴最低的能拿多少？能拿thank you.
你住哪个小区啊？我们那时候住中州华庭。中州华庭就前面呀。对，就前面。啊。我那张很坑的。是吗？你看到了，领导领。他把我们抓回去了。把你抓回去了。在我们三个在富兰路找超市买东西吃的。嗯。后来他们，哎，你在巡逻车停这里，我们把他选送到小区，然后打电话来我们看不去。嗯。我说那为什么你们能出来？他说我们是巡逻呀。我说你巡逻就能出来，我说我们也是巡逻呀，我们怎么能出来出来？对，嗯，打招呼会上，我心里想着会上。以前打说打招呼会上，现在我们现在真的，现在他要是强行征兵的话，我宁愿把自己胳膊砍掉，我也不去，我也不会去的。需要。你吃饭吃过了？嗯。都是自己嚼哈，对，都自己嚼。这小年真的很厉害啊，你每个月赚钱还要对呀、啊、其实你长得像你妈呀，其实你颜值蛮高的呀。我好像长得有点像我爸爸。你像你爸爸是吧？哎，你这个比我在台湾烫的好。我台湾那个小姑娘给我烫的那个梦，这个是吧？嗯。那我给你烫的是水墨纹，不是那种淡卷。对，她那个烫的不好看，很就是你看我那个照片，就是刚刚烫好的前面，就很老气的。对。对吧？对。她那个样子。就像你这现在长的就要烫这种水墨纹。嗯，差不多。对，我头发长得快。长得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，好好的。芋头也剪了头发，给妈妈看一下。看来要么再给他洗一下，要不用洗。芋头妈妈看一下，都抬起来。芋头妈妈抬，哇，好可爱哟，哇，好清爽。嗯。你也剪头发？对，妈妈也剪了。不给你擦一下，我这不在。嗯、虽然和小伙子聊得很愉快，但我还是要吐槽一件事。反正你到哪里的，我们这边理发店很多的哈，这边还有。然后我刚刚是在最前面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个。你现在不管在哪一个店，现在就竞争嘛，对吧？你不管到哪个店，然后他就叫你充卡，充了1000块、2000块不够，哦，再叫你充，就不停的充。我今天烫头发，本来我妈妈那个卡里面嘛有超过2000多了，因为妈妈那个卡是金卡对吧，打三折的，因为之前妈妈有充了2000多块，打三折嘛，那我这个头发原价是1280，打三折就是400块人民币不到，其实蛮划算的哈。然后要结账了，金额他说打三折很划算了，叫我再充一点钱，我说里面不是已经有2000块了吗，对吧？我说不充，我现在没今天没带那么多钱，就整天叫你充钱充钱，你随便去哪个理发店，他都叫你充钱。我里面有2000块人民币啊，你说在哪充？10000块台币，还要充，所以就很那个。你像台湾，我上次做3990几块，4000块嘛，对吧？人家小姑娘跟你讲好的一次性
4000块就是4000块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费用了啊，中间没有任何的推销，知道吧？没有任何推销的，然后你就开开心心进去，高高兴兴出来，因为出来他不是给我一个卡吗？那个卡我以为一开始他是叫我充钱的，后来才知道就是你以后去全部打9折，对吧？你就这样子就好了，你会耳边一直就叫你充钱充钱，然后前面还叫我做护理，帮我做头发的那个小伙子跟我说叫我做护理，说我头发好像很毛躁什么样子，然后洗头那个小伙子还要叫我做护理，我说不做，我说我头发没有打结的，我头发蛮好的。哦，累啊，这样的他就叫你充钱。对啊，妈妈在那个就我刚刚剪头发那上面嘛，做美容对吧，美容他也叫你充，美容叫我充，对啊，做了几次嘛，护头皮叫你冲，就是你做了一次两次之后对吧，其实你后面就是不怎么想做了，但他就叫你冲钱又要冲，你搞了就是人家去了一次两次以后就不想去了，真的。还好我这个头发我是一年来一次这样做一下，后面我还是在台湾做，真累了。怎么宠的怎么能碰到他了？